草莓酱比较好，加点点辣。然后，太多了！蛋炒。一个是我们的限开大菜。这惩罚为什么要惩罚长成久啊？来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就是苦茶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吗？然后因为我最近呢都会 freestyle 一些东西，你要跟你 freestyle 来一下，好不好？ Okay，然后那个肉鲜嫩，真的只有这里才吃得到。真的，拜拜。